是陈荣氏和赤水氏的王后。这次来刺杀是抱着必杀的心，他用了自己的血做毒。怎么解？向柳长期用各种毒药练功，这世间没有毒药可以毒倒他，他的血就是天下之毒。连你也解不了的毒？我用尽天下灵草炼制毒药，想毒倒他都没有用，向柳的毒我解不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方龙，对不起，你们别这样，迟早一死。如今虽然早了许多，就是有一个人放不下。方龙，你说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求陛下饶过心月，心月他勾结涂山后，谋害星河小妖。求陛下，我答应你。我承诺保陈荣新月一世平安，紫金宫内所有妃嫔以他为尊。谢陛下，谢陛下，我这一生注定了没有朋友。在我心底深处，一直是你为知己好友。先生，保证受伤，不是我，是静。陛下，静。如今风龙不在了，你必须厚待星月。我已经答应了风龙，厚待陈荣星月，保他一世平安。王后陈荣星月，玉字名门，公权亦犯，礼度悠闲，竹雅化于归为，表方行于海宇，今赐珠冠一顶，玉兽花一对，白玉云样叮当一副，
金如意云盖一枚，金方心云板一个，荣昭喜府，永期繁殖之随，亲哉。这些就是我这么多年一心贪恋紧抓不放的东西吗？我知道妹妹如今日子过得煎熬，烦请务必忍耐，一切等我打完仗回来，不论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，你都流着和我一样的血，永远是我妹妹。铃兰，我哥哥死了。娘娘，让我这样一个贪慕权势、心胸狭隘的女人，我哥哥。娘娘，娘娘不可，我为了追逐一个完全不在意我的男人，丢掉了骄傲，失去了自由，面目可憎，心胸狭隘，还害死哥哥真正在意我、关心我的哥哥。我不会做傻事，这个王后之位是哥哥用命为我换来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的做王后，但不是夕颜曾玄的王后，是陈荣氏和赤水氏的王后。